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，出来吃晚餐。我现在在哪里呢？这边是汕头的青环南路，算是美食一条街了。就我们来这家店，30年品味，老菜伯母啊。搞错了，哥们。哪里的？你看梅汤，梅汤。我也笑了，我也笑，搞错我被呕了哈，这最新了。直接到啲招牌条，现在都我有创新上。长牛皮上啊，只。长牛皮上。那个菜包有咩特别啊？那个花老菜包。咬到老菜脯的饼子，可摸的老菜脯就朋友色色咬到好劲好劲，拉过啊，就会变样黄色。这个就该这个老菜脯的样饼粿听咯，这个做好就就是，哦，你放几年后就逐渐会变乌，哦，那就悄悄出油，哈、哦。再出个油就是就就过啊。对，你就十多年，十多年，调理肠胃，做消化。咱食济啊，吼，还是咱口感容易舒服啊。从那老菜脯水啊，或者那从那老菜脯汤啊，每一种非常新熟的，就像是帮助你来消费。土豪版，点了用土豪版，用咩？你确定吗？点了这哦。老味咯。天哪！刷嘿，收一曲咯。今天我就不客气了，既然蹭饭，就要蹭到最豪华的。妈的表姐。你说你的鞋子会做多少个？我生意这个只，这你无做多少个，这是做二的啊。你啊六十万，六十万菜包咩？汤底就多少个？汤底就老菜脯、牛肉醋、辣椒、有虾米、有香菇，这个料都用我了。慢火来看你冰冰到伊，这料这味道就会烧出来。你个三十米有咩含苗啊？做餐饮生意啊，做一段时间又做好，所以啊，那跟我三十个咧，就做三十个，你来撑住，撑住品牌，来起来做做下啲贵嘅买，贵冇就再来坚持三年哦。啊，六十个会味道都唔坏，又是，真是条老菜脯味啊！唔少嘅同事啊，十多年同事，即系攞啲咩攞 Q 嘅小事，佢做咗一成年专业嚟啦。哦，查够咗先，就菜脯同料咯。啊！这个可以用过来熬。你这老菜脯么是跟咱同城没有，你个料好多种，你若熬呢也比较会够，较会够充足嘛。所以话吃火车面。这个就夹菜落，就放水熬。哎，就袂得那，袂得那滴粗卡色，粗滴袂色啊。那个菜，那个厨具不声了，这就落这这就有味色啊，就慢落。土豪板已经弄好了。我这个土豪板，它是加了象拔蚌、鲍鱼、鱿鱼、圆贝、沙鲈虾、鳝鱼，还有啊，我都记不住它到底有多少食材了，好多。嗯。这边好吃哎，哇，好甜哟，好甜啊！好甜的汤啊，太甜了。象拔蚌跟鲍鱼呢是要先捞出来的，因为这个不能放在砂锅里面太久，要不然呢会损失它的鲜味。这香不哇？象拔蚌呢？得贵哈。啊，去了呢，去了呢，卖给去呢。你那么矜持干什么？把鲍鱼也给你，鲍鱼给你大片的。我走啊。那张熟了我假包，里面还有吧？好甜好脆啊！为什么这一锅呢能煮得这么鲜甜？主要是食材用得好，好的菜脯们的汤底，再加上新鲜的食材，就能煮出这种效果。六六掉，带就在老菜脯这边磨做了个铺地的，就是两个粗粮啊。村头我家己就现在放有十外吨。十瓜冬啊！是十瓜冬，悄悄看有烧。哎，我那个存粮啊，这今年首先是卖了的。全部拢该无挂卖，就是先讲经营这个食材的。老菜脯无爱卖啊，老菜脯是单从经营我这个品牌做卖。做到直接300瓜冬啊，这个佫九寸瓜冬是真的累积啊。够品质咯，够口碑咯。无上汤我边做就是。事实也命就唔上吧，能用心做好每一只我卖，把关好每一只。哦，入我啲铺嚟嘅食菜，顾客当伊愿意上门来试咱嘅买嘅情况下呢，伊会袂回头就处决伊，你只我买嘅干果，同时你嘅订嘅，同时你嘅水电，
这个顾客以前我们就把人往一就把米食那个变为那个朋友，啊，那个记住伊个口味，甚至往手机往传播做记住来着，也因为只来往在在那一个组织个这样物件，啊，所以其实做到这个量也是靠口味变的，口味变的。